平时你在不在回来？我在。平时起来也喜欢找猫咪练。这样看你的辫子，好漂亮。对吧？你平时有没有这样编过？没有，就是朋友的话帮我编过两边的，这样也没有编过。这样看这么漂亮的手都剪下来，看起来就多一点。以后会舍不得。就把项链剪掉，等下一你看一下，其实画质还挺好的，自己拿来看一下。欣赏一下你的绣花，从绣就是长大了。对，也不是从此啊，你要想留长的话，也可以留起来呀、啊。拍照挺好看啊、哦。
你还是要长一点还是短一点？稍微长一点点。